斗士。这一次遇到一位非常厉害的驯龙高手，他就是罗拉。罗拉身上似乎有很多谜团，他比我更了解恐龙，知道很多恐龙的知识，他很擅长训练恐龙。他有一件神奇的驯龙道具恐龙熏，每当他吹响熏子，恐龙就会变得十分温顺。三角龙是他的好伙伴，它是一只忠诚可爱的小恐龙，它们很擅长配合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有默契，这一点让它们在战斗中如虎添翼。罗拉负责观察敌人，制定战斗策略，而三角龙负责执行战略，用强大的雷霆之力粉碎敌人。我也要变得像他们那么厉害，一起来加油吧！准备好，向着坚守的目标，驯龙斗志在燃烧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小伙伴准备好，释放暴龙的绝招，闪耀着斗士的骄傲。